里似乎是一个全新的地方。看起来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呢。今天会是有趣的一天。你看起来跟之前有一些不一样。荆棘与藤蔓，不一样的感觉，倒也有趣。这样的设计，不知灰鸦的指挥官看到了，会想什么？变化总是会带来惊喜。黑白为主的色调，加上一些红色点缀，有点故事里恶魔的味道了。更换了新涂装，战斗阶段会受到影响吗？既然这样，我也想感受一下全新的战斗，来聆听死亡的中音吧。紫红配色的羽刃感觉更锋利了，我很喜欢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就等着被拉入布满荆棘和藤蔓的领域吧。战斗到这里，得感受一下更强大的力量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会继续前进，你也会跟上，对吗？看够了吗？不错的战斗。除此之外，更多信息和指挥官分享一下吧。无非是新的场景。指挥官可以看看我们的身后，整个场景的氛围倒是跟你的新涂装很契合。荆棘缠绕在断壁残垣之上，敌人总是像被地狱困锁的笼中鸟。我并不讨厌这个形容。那么这个涂装又会跟指挥官产生什么新的故事呢？看来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我很期待你后续的表现，灰鸦的指挥官。新的故事总是让人充满好奇。